所以我是很有决心，尽最大的努力，是会进入去立法会完成发表我任内的第三份施政报告，亦都希望能够得到各位议员的支持。这份的施政报告当然是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之下是编制的。事实上大家看到我仍然是选用我喜爱的天蓝色，我希望香港能够很快雨过天青，我们能够重新出发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